大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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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着还能出门啊？喂喂喂喂，你这个人好大的胆子，大白天的敢闯空门呢？啊，大娘，您误会我了，我是来找我大姨的。李大娘是你大姨呀？啊？是啊。您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？她不是还病着吗？姑娘，你来迟了。啊，你大姨呀，三天前咽下最后一口气走了，她的后事还是我们左右邻居给办的呢。我大姨可怜啊，她临死前再三念叨要见你们最后一面，没见着啊。那你们把我大姨葬在什么地方了？出了村就在后山上，那儿有个墓地，你快到那儿去找吧。累死我了，这么大的山我怎么找？这是哪儿啊？哎，小姑娘，哎，劳驾问一下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山上哪有坟墓啊？我找了半天都没找着。坟墓啊？哎，就在那边山下呀。啊，哦，在那边山上。哎，对，到底山上还是山下呀？两边都有啊。哎，对，两边都有。两边都有，山下吧。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小姑娘，干嘛这么慌张？你说呢？哎，你们是土匪！哎呦喂，别过来吧你！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这哎呀，哎，救命啊！我来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哎呀，这回过来不了了吧你？住手！昨天虽然我帮你拿回了玉佩，但你今天救了我，你是我的恩人。有点疼啊。好了，吹吹就不疼了，好点没有啊？谢谢。没事。哎，我听你说话
不像是上海人呢。我不是上海人，我是从淮北来的。我呀，我这次来上海是找我大姨的。谁知道来到上海之后，大姨生病就已经过世了，没等到我来。对不起啊，你别太伤心了。我大姨都已经去了，我呢只要找到她的坟，为她尽点孝心，我就安心了。我看你还真挺直爽的。昨天我在那个街上看到是你们家娶亲啊。啊，我哥哥。哇，好大的排场啊。哎，那你肯定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了。少爷。有钱有钱没钱对我都不重要，有了钱没了自由还有什么意思。自由是什么呀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自由是什么东西。我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东西，但要是你觉得好，那肯定是挺好的东西，对吧？对呀。哎，少爷少爷，你别乱动啊。别少爷少爷的叫，我叫唐书涵。唐书涵？哎，白唐书钱含糊唐书涵。哎呦，你又疼了。来来来，别动啊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杨素云。好名字。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哎，你醒醒！哎，别帮你伤口啊！你醒醒，你梦魇呢？你做梦了？发烧了。大姨，听到我在叫您了吗？
一定是大姨在天上指引着我找到了一位很近的少爷。我已经是少爷的人了。素云知道肯定是大姨帮我找到的。大姨对不起，这一次素云没能找到您的坟。等我和这个少爷成了亲，我会带着娘还有我的儿女一起再来拜祭大姨您的。到时候大姨一定要指引着我找到您的坟，我给您带最新鲜的水果还有纸钱。谢谢大姨保佑，素云在此给您磕头了。素云，你在哪儿？素云姑娘，急死人了，都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娘别担心了，侍卫都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我才不担心他呢，最好他不要回来，看他回来我怎么整治他，越来越没规矩。娘别生气了啊。素云姑娘，少爷，你看，二少爷在那儿呢，快看！二少爷，舒涵，二少爷，少爷，来，二少爷，大哥，小心，帮我找素云姑娘。小心，走，扶二少爷回去，慢点。哎，好嘞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唐少爷。一声不吭就走了，那我就要在上海好好待下去，总有一天会再遇到你。夫人，夫人，找到二少爷了。找到了啊，人呢？夫人。哎呀。